妈说这一颗钻20，让我妈给我报销怎么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理想的美甲店老板。跟我说呀，他们家新出了一款999种的美甲自助，颜色随便选，钻随便贴。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挑战一下，10个手指头都贴满钻是什么体验？走！我专门找了一个钻这么多的，哎，简直是个能做吗？怎么可以？不用搞了，好了，就这个。你这没？姐姐说刚才那个满钻的美甲才98块钱，在他们家。这咱家这条件肯定得加甲片啊，对。Okay. 姐姐真的太专业了，你看给我这小甲型修的贼漂亮啊，这个单图也好好看，好高级，有没有啊？这盘都是我的吗？没有沾过。咱今天就是能沾多少就沾多少，要的就是牌面。哇、这么大一个，现在姐姐给我疯狂的固定它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闪了吧。我发现啊，这个美甲师的审美还是很重要的，他们家都是好几年的老美甲师。我好喜欢，姐妹们，你们觉得这钻够不够牌面？